好吧，500块。哇呀！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一样大。过来问阿姨不？阿姐呢？500块。来，快点下来。黄姨嘛，回来了。他是北京，哦，那个北京出来的。哎，到了。你快留意伊，我这包上海小大锅的，快留意伊啦。我讲进去了一百块，你什么牛柳？牛柳加一两三十五，两人包300，牛柳300块，啊一包鸡腿，卡拉鸡100块，好，安尼了，啊什么？牛柳300，对吧？来，好200。要一包。哦。原来俊妹妹喜欢开香蕉。Yeah,
要留多少位呀？多。你最好有五年。我过礼拜大黄来啊。加热会变爆米花，就会变成一个爆爆一个爆一个爆爆一个爆。跑去哪里？有吗？还有一份锅鱼跟虾卷。哎，要不要来添吗？还没。老杨，来提你的物件哦，老杨。
老杨听到请回答。帅气啦，开车你来，来路车哦。现在都搬对啊，来路车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准备要割菜了呀。人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到最后，等下回家了。对啊，就明天见了。对啊，就明天见啊。到最后，这个也要明天见了。朱胖明啊。对啊，快要九点了。等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想要换场所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换场所。对啊，桃园有好妈妈代表，那个信分处帮忙。
用沙发。你打几个台阶吧？我那边好吧。借口过去，搁那跑啊！
男生女生可以找 Sugar Daddy， 男生你可以找 Sugar Mommy。他每个分在这里。哦，你买那个是多少钱？500，500片，500片，然后那个，500片都给你，这一包后面比较便宜啊。蒸这一包有没有比较便宜啊？没有。啊，都退冰了呢。没有啊。对啊，看得少喽。看我家吗？去看就知道啦，好事多的鲑鱼从今年以来涨了多少？我知道牛肉就最少涨了40%。你要200还是要300？因为我常常去好事多买牛肉，我知道最少都涨了40%。鲑鱼我没有买啊，但是早看就知道了。那个壳的虾子的怎么买？好不好？就拿200。那个7只，拿了1只。我来领吗？桃园现切鲑鱼比较少，昨天就有了。